有关大西洋公司所生产贩售的苹果西大产品遭民众客诉反映产品编织有异物的情形，经该公司内部调查，可能为生产线机械故障所致，因无法排除该生产线前的产品安全性，故本局责令该公司于明日11月14日中午12点前全面下架9月28日之前所生产的宝特瓶装2000毫升之苹果西达产品。